哇，弟弟你会自转的好厉害啊、哦！姐姐你会不会转太快了？哇，你也会转的耶！你们好像旋转木马哦，好像那个旋转音乐盒的娃娃一样。哇，姐姐你好厉害哦！弟弟也很厉害，你们两个都好厉害，好会旋转。弟弟在转啊，头晕了、哦。头晕的话，可以先下来休息一下，不然的话，怕走路会走不稳哦。你看，走不稳了。弟弟，你也是。你不是会旋转？你旋转给我看啊。怎么了？他一直在转哦。对啊，因为这个叫惯性，惯性的关系，所以他就会一直转，直到他的惯性慢慢消失了，他就停下来。转，我想转弯快。倒了。